3月23日，贵州晴隆县花贡镇新寨村突发山火，火势猛烈。有网友表示，周边居民和民房情况危急。今年开年以来，先是贵州，然后云南，再到四川，现在还有两处没有灭完，贵州又一次发生山火。3月23日10时45分，内蒙古呼伦内尔尼尔基镇一发商城，商城门面起火，着火点位于一楼东侧入口处，火势已蔓延至二楼，大火过后，整个商城满目疮痍。你们看看，这次这个冰雹，你看看有多大？你看这个冰雹有多大？那个，这次这个灾难不得了，这次损失太大了。你这他那什么炭虫虫？他是新把我水跟他，我水跟他这风流出来的，分解的那种。他是等于是骨胶打来的，树枝打来的那种。看喽，那个雪是很亮哦，我房子都打烂喽。等一下他哟，你发现什么？外头那个碗那个盖，我看嘛，没落到都有能打些铜锣，点起它能够厚。不用看的时间好厚，对不对？还有啥子？一片汪洋，一片汪洋大海。
有点缺不那个样子。三月二十四日的南京2024国际新能源汽车展现场突发意外，一辆极客展车突然启动，造成五人受伤，相邻展台多辆展车受损，引发关注。现场传出多段视频和图片，显示在车展中一辆极客汽车突然撞向了展台另一端的比亚迪展车，事故造成了多辆汽车损坏，极客汽车尾灯呈现点亮的状态，撞倒多名顾客，现场一片混乱嘈杂，保安警告不要拍照。事故发生后，极客方面紧急灭火。极客发布情况说明称，24日的车展上一辆极客 X 展车在用户体验时意外启动，造成现场五名观众受伤。对于具体原因，极客称经自查确认，因参展车辆管理失误，展车未按规定开启展车模式，处于驻车疏响模式，且汽车钥匙在有效使用范围内。目前极客已紧急在全国范围内开启展车自查，避免类似风险。过去一些年，尽管在中共当局长期补贴扶持下，中国新能源汽车业发展迅速，但中国电动车的质量与设计一直备受诟病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RMB2024，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